好莱坞巨星冯迪索以硬汉形象深植人心，出演的多部影视作品都收获了好口碑。近期他参与配音的电影《星际异攻队三》上映后，票房口碑都创下好成绩。其中由冯迪索配音的角色格鲁特，常用聪明的声音带给观众们惊喜，时而搞怪，时而感动的剧情，也一直牵动着观众们的心。角色魅力十分亮眼。不过实际上，该角色在片中只有两句台词，分别为“我是格鲁特”以及“我们是格鲁特”，却让冯迪索收获了5450万美元的片酬。事实上，他为了配合角色，从小孩长大成人的过程，将这两句台词足足讲了1000次以上，还使用了多种不同语气及语调的技巧，背后付出的努力着实配得上天价片酬，敬业精神让人敬佩。